位在花莲县新城乡的合欢派出所13号晚间7点左右接获民众报案，有外籍游客骑机车上山，结果车子没有油，一群人受困在路边。当时山上气温骤降，下起雪来，民警担心游客会失温，立即带着备用油还有保暖物品前往救援。现在正在下雪，我们在小风口。入夜后气温骤降，合欢山上突然飘下皑皑白雪，一群来自菲律宾的游客分别骑着6辆机车上山，不料到了山区油料耗尽，一群人被困在山上冻到发抖。你该有了吗？民警赶到，先发送暖暖包，还将一群人带到室内保暖。13号晚间7点多，花莲县新城乡合欢派出所获报，有9名外籍游客因为机车没油，被困在山区路边。由于当时气温骤降，山区突然开始飘雪，警方担心游客失温，立即出动前往援助。在台14甲县石门山登山口旁，找到5男4女外籍游客。警方给予备用油料及暖暖包后，协助游客离开合欢山。警方表示，这群来自菲律宾的年轻游客原本打算从花莲出发，骑机车经过中横一路往南，不料才刚骑上合欢山，就碰到机车没油，天上下雪，把这群来自热带国家的游客困在路边，不知如何是好。幸好警方及时伸出援手，最后让他们都能平安下山。记者综合报道。